欢迎来到我们的房地产简报节目。今天我们将带您关注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首先，香港的健身连锁店突然关闭，导致超过5300宗投诉，涉及金额超过 1.9 亿港元，这也让人们更加关注举报者保护的重要性。许多员工面临工资未支付的困境，这一事件无疑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接下来，我们来到西澳最大的城市 Bunbury， 市长要求提供紧急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的资金，但州政府却拒绝了这一请求，让当地社区感到失望。随着无家可归者人数的增加，当地居民呼吁政府能够给予更多支持，这一情况急需解决。最后，我们来看看加州的社区土地信托问题。虽然州政府承诺提供5亿美元用于帮助租户，但在经历了3年的延迟后，资金却一分未到。这让许多希望保住经济适用房的居民感到无助，他们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南华早报报道，香港的健身连锁店 Physical Fitness 的关闭，引发了对举报人保护机制的关注。自该公司在全市突然关闭健身中心以来，消费者委员会已收到超过5300宗投诉，涉及金额超过 1.9 亿港元。670名员工向劳工处寻求帮助以追讨未支付的工资，而 Physical Fitness 则未支付约300万港元的强制性公积金。尽管香港的零售租金高企导致许多企业关闭，但一些前员工表示，健身中心在关闭前仍然生意兴隆，甚至在关门前几天仍被要求推销高价健身计划。这一事件凸显了举报人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企业财务危机时，员工往往是最早察觉到问题的人。若没有有效的保护机制，许多不当行为可能会长期被忽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西澳大利亚州最大的地区城市班伯里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建立紧急无家可归者庇护所。班伯里市长请求州政府提供临时危机住宿的资助，但州长约翰·凯里拒绝了这一请求，称提议的地点不合适。然而，市长表示信件中并未指出具体的替代地点。在班伯里，支持服务记录到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已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显示出该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尽管州政府在无家可归者及社会住房服务上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但当地居民仍感受到无家可归问题的紧迫性。许多人呼吁政府重新考虑提供庇护所的必要性。雅虎新闻报道，格兰德福克斯大学公园社区的居民希望能获得更易获取的社区问题数据，以便更好地追踪311热线问题。居民们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住房调查结果，认为城市应加强对311热线的宣传和教育。调查显示，许多居民认为市政府在清理积雪方面做得不错，但在保持人行道通畅方面还有待加强。随着大学生数量的增加，该地区的住房政策成为了持续争论的焦点。居民们担心，越来越多的家庭可负担住房被转变为出租物业，导致该地区的房产价值在10年内上涨了约50%。市议会已讨论了城市的租赁政策，计划扩大租赁许可证的覆盖范围，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住房问题。美联社报道，加利福尼亚州承诺提供5亿美元帮助租户保护可负担住房，但最终却没有发放一分钱。洛杉矶银湖区的卢克·约翰逊和邻居们以为找到了避免被驱逐的完美解决方案，他们说服房东将即将出售的4户住宅卖给一个承诺保持低租金的社区土地信托。然而，3年来，该州承诺的资助却未能兑现，导致这一交易破裂。约翰逊和他的丈夫面临失去他们已居住近半个世纪的租控公寓的风险。社区土地信托的倡导者们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加州对维护现有可负担住房的承诺值得怀疑。虽然社区土地信托在过去10年中数量增长，但他们常常难以筹集足够资金与私人开发商竞争。
加州立法者在2021年创建的这一住房保护计划，本应在五年内分发$5亿的贷款和补助，但三年过去，相关机构却未发放任何资金。最终在预算赤字的压力下，该计划在六月被取消。约翰逊回忆起1980年代多元化的银湖社区，如今却因房价飙升而面临被迫迁离的风险。他们的邻居们甚至发起了众筹活动和社区活动以筹集资金。尽管州政府的慢性反应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启动，但社区土地信托的倡导者们仍在努力寻找替代方案，希望通过私人银行和慈善机构的支持，创建一个联合资本基金，以便未来能够更好地保护可负担住房。约翰逊和他的丈夫依然希望能留在他们的家中，但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六度解析，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全世界顶尖的媒体，全世界顶尖的智库，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独一无二。六度解析，随时奉献。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u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From the weather to the sports and everything we see, people making news on TV screens for free. 6-degree world where the news comes in a whirl. Every story ties together like a ribbon in a twirl. Sit back and watch it all.City lights to countryside, we're connected.